OK， 开始，现在你看到有声音，我们就开始录声音了咯。所以为什么我要你准备声音的呢？因为声音跟 background music 哦，就是整个 video 的灵魂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了声音过后才能进内容，这样就那个影片就非常有灵魂了。